只有把所有分开关关掉，总开关没关 ，OK 哈。啊，都可以。应该有那个，就是机器不开机。对对，我机器都关掉，把分开关都关掉而已。因为总开关应该。有时候装潢挡道哦，开关很难关的。哦，就把那个拆开，就把东西移掉，因为没有负载的情况之下换比较好。对。哦，就这样插回去就好了。对，那个插式的，这样你上面就可以开了。OK。哎，这个是智慧电脑是哪一家做的啊？是大同的。大同的哦。那这个以后就是靠这一个有没有。哎，不是有好像有大同跟康舒的两种吗？还是？大同真的很多家，大同、中心、康师、华城，哦，谢谢啊，哦，谢谢。好，那以后就是靠里面那个模组在传送。OK OK，哎，好，我们自己上网也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你们上网可能看不到吧？哦，就是每个月会收到通知。它是那个它的系统是在它的监控中心，了解了解，它那边看得到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最后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，还请帮忙订阅、点赞跟分享哦。